这俩人就是往沙发上一躺，都看手机，一排排。我刚看了。这台风就算过去了，雨停了，还好这边下的不是很大。上冰箱里面研究研究今天晚上吃什么。这是昨天大姐他们来给拿的菜，柿子什么的，还有茄子，这边还有豆角、辣椒，不知道吃什么。你俩想吃啥呀？你俩想吃啥呀？啥都行。啥都行，那你俩要等着吧。一说啥都行就没啥整的，放块肉，炖点豆角吧。这是头两天吃完早饭，盘子还没刷呢。刚到的快递，每日坚果。哇塞，里面满满的这些料，来给你俩吃的，垫吧垫吧，饭还等会才能好呢。这是啥呀？每日坚果。快尝尝。哎呦，现在吃一点都不积极了，是不是？呀，还是蜜蜂的呢。哎呦，太香了。核桃仁。还有啥？这是巴旦木。还有腰果，我看着了。腰果。这个。腰果。这个。什么蔓越莓干？那是葡萄干。啊，葡萄干。这个。哪个？那个应该是，那也是葡萄干。好几种的里面是不是？老多样了。这一罐里面有很多种坚果啊、然后呢这一罐净含量是500克，现在你们去拍宝们一罐两罐49.9块每日坚果啊，下方小黄车链接点击直接拍就可以了，拍回去给孩子吃啊，给家人吃都可以，健康有营养，而且现在这个价格特别的实惠，里面该有都有了啊，下方小黄车链接49.9块两罐，抓紧去拍吧。老香了这玩意儿。你搁这玩啥呢啊？看来你老舅喂你啊。不是，你俩先垫不垫我吧，我给你俩做饭去。我这再领他出来溜达溜达。